你把这个好好拍拍，这是70岁的小姑娘啊，这个是50年的，还是68岁啊，68岁、啊，这小姑娘头发没染过，你看眼睛多有神，连眼袋都没有。五零后，啊，有2个50后啊，这里两个50后，现在50后，对，50后，那个。他们俩是玩伴，那个也是，那70岁的老头儿，70岁的小伙儿，小伙儿，小伙子，老姑娘，可以可以，哎，老头子，哎呀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哎。小默默，七十岁的土味情话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就在一边走一边给自己点赞。啊，觉得难吗？难不难？难呀，难啊！所以就要给自己点赞啊！一路走，加油，加油，再加油！一路走，一路点赞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的主题就是看雪景了，真不错，住在山里真不错。今天犯了一个错误，这么大的雪没有带遮阳镜，现在太阳照在雪上反光非常厉害，所以我就这样中东悍匪，跟戴丝袜是一样的效果，说的我好像戴过丝袜似的。这同志们已经开始吃饭了，开始吃饭了，开始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哦，还熬着汤，熬着汤啊，哇，丰富的很，你吃，你先吃，我先转悠转悠啊，我寻了一下，看哪一堆好吃，来，快坐着吃，我先寻了一下啊。看看大家都带了啥好东西。哦，
这里还有一对，煮熟了吗？熟了熟了。啊！那咋一个人坐在那儿呢？啊，一个人啥好吃藏起来了是吧？啊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看。还有干了，我以为藏起来煮啥好吃的，准备煮点啊、哦。都好吃，都好吃。我加入这儿吧，啊，我加入这儿。加入，加入。我买了一点熟食，把雨衣拿出来垫着坐。今天吃的我是充足了。还有水，这热米饭，我还整了个热米饭。这米饭就算了吧。啊，这有鸭脖、鸡爪。我天！来，鸭脖、鸡爪，来来来，这个是鸭脖。这个一次性手套要不要？他们要吧，我。来。嗯，好。来来，这一次性手套。这是煮的啥？哦，黄饭。哦，哦。还有肉吃看看，南瓜饼还有肉，还是热的。嗯，放在焖烧杯里面。虽然吃的很多了啊，但是我这热米饭还得吃了，不然得背回去了，这样多难受。都加油吃，但是只要做完，带回去就难受了。热米饭搞来吃了。自己发热的是吧？对，自热米饭。发热包嘛，那个。发热包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么回事儿。梨，这个是熟食米。这米是熟的吧？熟的。放水，哎，水搅不出来呀。开水往里面一倒。很简单啊，这个就是石灰包，把石灰往下面一放，水往里面一倒，一倒它就石灰就发生，石灰发热，发热，遇水发热，就这么个原理。你看，你看，相当快，哎呦，赶紧的，真正烫的很。这个菜放上面。可以放下面，放上面下面都可以。等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哇，你还能背动这些，搞这么多？哎，我这来来来，这个是卤鸡爪，这个玩意儿。拌猪皮，哇，那也合菜，那也合菜，那合菜就一斤吧，没事。下面下面的一公斤都有了，一斤。火焰山，这么多菜，我都不知道吃哪个好。就是穿越火焰山嘛，啊、也都好吃。我也吃了，去了。我不吃了啊，我吃了啊。哎呀，你要不要点？来一点行，我再把渣煮一下。好，我这米饭还没热。什么东西？野菜玄马。哎呀，我先尝一下啊，谢谢。哎，真的可不能。哎，不用，等会儿，我这个饭熟了再吃啊。哎、你爬山的时候可能碰到过，这个生的时候长得那点碰一下，把你扎的疼好长时间。我上次碰到过，搞疼了，穿着裤子都能扎进去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东西，但是已经用开水一焯，它就不扎了。哦，我碰到过，碰到过，还碰到很要疼好久。米饭，这个汤一菜一汤还可以啊。那边扣过来，扣到上面的嘛。来，你们把这个菜吃完啊，这个是绝对是不能带回去的。这个味道真可以。哎，这个米饭也可以，味道可以。有人夸奖就好。我这个人就是喜欢人家夸一下啊，咱们实话实说，有人夸就做的下次更有劲了了，下次还带。就是啊，我们就光吃，反正是不顺就行了。下次再带大一点，我们都省了带了。你这些年轻人，这个战斗力不行。年轻人加油！年轻人加油！快点！年轻人加油！吃完。吃完，
是的。把这鸡爪也包啃了快。嗯。吃完吃完，背回去多难受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神的歌声多么嘹亮。举杯去火焰，来来来。吃完东西啊，垃圾通通带走，带走啊，全部带走，上包上包，走起，继续继续啊，继续继续。我们才刚刚吃完午饭啊，这才行程过半，还有一半。现在鞋里面全是湿的了，冰得很，冰得很。还跟吃饭。哎呦，亲爱的，你慢点啊！这滑下去不得了嘞，这是滑雪呢，滑雪都没这么多。下是吧？我叫你下，滑，滑的很，有点滑，这地上全是稀泥吧，滑的很。稀泥吧多的很。咦咦，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。这种地方就是没有路的，各自找路。这个下坡不好下呀、啊。从我的脚跟前，旁边的草丛。爬出来了，哪个地方？哎呀，先把门给锁住了，哎。哦、这有个乌龟，对对对，这有个乌龟，看这个就叫乌龟，啊、这就叫乌龟，对对对，啊，乌龟头发压到山上的乌龟，连绿的还有一只乌龟，这是乌龟，哎、那这还有乌龟，啊，我以前拍过，开吧，从这边开吗？上，上，上，你说咋不开锁？锁住的，啥时候安了个门子？有锁吗？这叫神龟加固，拉了。太坏了，竟然把门锁住了。一般不都拿个铁丝吗？意思一下嘛。嗯。啊，这叫什么？千年的王八是吧？我们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又回到了这个村子啊。我们早上从这儿进的，现在从这儿出。啊，现在只需要再穿过那个洞子。七剑下天山的洞子，就出山了，出山了，出山了。回到车上了，这就是我们的车。今天的一日活动就结束了。鞋全是湿的，从上午开始走就湿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是湿的，难受得很，非常非常的难受，这个鞋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哦吼，送到了大门啊，正要中我就掏出了两块大银元呀，这一元俺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一元
根种花耶，小妹妹送我的狼牙，送到了大西呀，天都黑了，走了啊，走，再见。